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在今日的常规赛中，凯尔特人主场141-103狂胜骑士，结束三连败，也终结骑士的三连胜。德拉蒙德开局就有上篮，但这成为骑士全场唯一一次领先。斯马特三分，沃克和布朗各进中投，凯尔特人马上回应一波11-0。多特森三分止血后，布朗又是连续得分，其后又和泰斯各中三分，首节凯尔特人就建立了38-21的领先优势。第二节沃克三分命中，凯尔特人领先了22分。奥斯曼三分引领球队一波8-0，不过奈史密斯和爱德华兹都中三分，重新拉开分差。奥斯曼又中三分，布朗又是连续得分，半场凯尔特人以73-51领先。一边在战后，塞克斯顿连得5分，但布朗彻底爆发，上篮、干拔、抢断、暴扣，快攻上篮，再抢断、暴扣，再进中投。沃克连进三分后，布朗也连进三分，一番操作后，凯尔特人一波流拉开。布朗第三节拿下20分，凯尔特人一度领先了40分。三节过后，凯尔特人114-78领先。第四节也不再留有悬念，全场比赛塞克斯顿13分6失误，德拉蒙德11分5篮板，奥斯曼12分，阿伦12分7篮板，麦基11分6篮板，多特森12分，温德勒11分。凯尔特人这边，布朗33分，斯马特12分，9助攻5抢断，沃克21分3抢断，泰斯17分，汤普森5分，12篮板，奈史密斯11分，爱德华兹18分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